曾说过这一切是你的罪，挺可爱的长得、哦、嗯，可爱挂的。我才明白感情最终潦草收尾，受过的伤不复原，却无法磨灭。值得的真烧成了烈红，放眼望去都是空虚，失重的身体就连眼泪都无法落地，就让我漂流在宇宙。说着永不分离，你是唯一，现实中却化为乌有。可以啊，可以，真的可以、就让我漂流在宇宙，让黑暗吞噬了我，是安静了许多，我微微点头，转身回到黑漆漆的梦。吓死了他，太好了，以为没人转呢。是不是长得也挺可爱的？很好啊，吴青峰啊。对呀、啊。嗯，我来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用娜姐的这样的，因为我跟娜姐家住得很近，其实你没事你可以来我们家，我可以教你编曲。看，这个也太实际了吧！你还有共同的语言呢。他老婆是谁？你知道吧？你们俩可以聊。老乡。对，你们俩是老乡。他是我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舞台上就这一次我最喜欢的。嗯，是吧、哎、冒头站起来站起来、那个、我觉得碧晨我觉得碧晨说的对所以我也飘然的站了起来，因为你是全场从开录到现在我觉得你是唯一一个让我梦回第一季的那种特色的好声音。